来，彻底们，几天不见，甚是想念。点赞加关注，下次恰饭不迷路。祝点赞的各位一夜暴富啊！那么我这个嗓子的话，还是没有完全康复啊，所以咱们这个说话声音不能特别大啊，不能特别大。所以今天啊，我就温柔一点啊，亚萨西特斯奈啊。今天咱们玩这个冷图啊，叫做镇魂之地啊，属于那种平时都不怎么常见的图，几乎见不到这种图啊。平时这个图的话都没什么人玩的啊，不过最近有老板点图啊，要录一期这个镇魂之地的素材啊，咱们就来录一期看看啊。好，木在对面出现，咱们点他们一波啊。这个图的话也没什么地方可以守啊，就除了开局我把那个椅子打碎那个教堂那可以守一下之外啊，就剩这两个墓穴里面可以守了。那么外面的话貌似已经大范围尸变了啊，这波打游击是不可能打游击的，我们在这个二楼的平台这儿先守一会儿啊，先别急着下去守点，因为咱们这块的话没有生命补益啊，守那个里面的话迟早是会被炸死的。我们疯狂隐身换弹一步啊，好，僵尸开始过来，不过他们没注意到二楼有人啊。好，还很bot发现我，不管他啊。现在的话才第二局啊，还没怎么上人啊，我们先打一会儿 bot 啊。对，说到 bot 啊，兄弟们啊，这个图又别名 bot 之地啊，为什么呢啊？待会儿你就知道了啊。好，我们先下去，啊。在这个墓穴里面啊，你可以疯狂对 bot 输出啊，他们根本就进不来啊，因为 bot 的话他不会蹲下啊，又简称肥宅快乐洞啊。咱们在 bot 之地打 bot 啊，非常合理对吧？非常的合理，咱们开了 bbb 啊，来 triple q multi q 可以这一波哎，对吧？你尽管炸，你能秒我，你能秒杀我啊！快切到手歌带是 2.0 哎，疯狂重拳出击啊！不过咱们话要注意这个距离啊，注意这个距离，别太靠前啊，靠前的话会抓掉，会抓掉。好，咱们来重拳出击一波，哎，打一波组合拳，时刻 incredible， 啊，舒服。再来，哎呀，兄弟们打 bot 是真的好爽呀！啊，我操，致命一击也来了，咱们下把赌个 2.0 不过分吧？啊，不过分啊。咱们继续吸血，一边重拳出击啊，输出杠杠的啊，我的朋友啊，抓到吗 ？What the fuck？好，咱们立马反手抓队友，南瓜，南瓜，南瓜！啊，我的南瓜把我给秒了。不过咱们这把是16 K 进27个助攻，双 MVP 达成啊！快切2.0也到手，我怎么是 MVP as usual？ 那么这把话，咱们玩这个随机武器啊，得赶快把这个致命一击 2.0 给他堵到啊！有这个技能的话，才有游戏体验，不然到了后期僵尸根本打都打不动啊，刮痧就完事儿了。咱们这把随这个鹿角啊，感觉不太好秒失啊，不太好秒失。别他妈打中的是憨皮臭熏啊！咱们还是老样子，在这个二楼这个平台这儿先守一下，别急着下去。下面肯定是有母体的，哎，好，母体你是我自己，那没事了啊！臭熏啊，你点，你再点我，你今天死定了，知道吧？啊，别想跑那个臭熏，啊，好，恢复强，哎呀，不该升级的，先炸他们一波，啊！好，那掉下去，臭样的，别想跑。啊，让他给进去啊！咱们这边的话有先行者和这个胜利，咱们可以选个赤将啊，赶手点，把那骨灰都给你扬喽。啊，咱们先别急，先回点血，怎么回血啊？好，回血。来，咱们格挡一波，准备贴脸放个火焰球。怎么没有放出来？真的是伤害没打够，这波的话送了算了啊，冲一下这个技能 CD 和这个血量啊，不然老是攒不满啊。好，你们给我等着啊！等我复活，你们都得死啊 ！Nice， 就近复活啊！我贴脸一个火焰球 ，Double Kill， 爽死我了！致命一击 2.0 也到手 ，Very nice， 把狗托打在公屏上啊！这把这个技能球，你们咱们输出直接拉满啊！你们想想，哥带师、快切还有致命一击都是 2.0 啊，完美的炮锤版面有木有啊？不要说什么，哎呀，你怎么又在玩炮锤啊？咱们今天的话就不玩炮锤啊，咱们继续玩这个赛季弩的3000随机 bug， 因为这个 bug 的话下星期要修复了，咱们不玩白不玩，哎，升级是杠杠的快呀。众所周知，赛季弩它是一把随机武器，好，于是这个臭熏在这儿啊，上完就把它给抓了，这把希望它不是母体怪套路我啊，对吧？冤冤相报何时了？还是个小狗拖臭熏啊！我操！看到我就跑，真是别害怕嘛，臭熏啊！我会好好关爱你的。好，里面居然是尸变了啊！咱们开这个战术面去打他们一波啊！现在19级的话还没有狂热，好，被秒完。咱们在这个前面这个地方放个扩建地雷啊，反正僵尸过来的时候咱们不知道啊。
我操，居然抓起来，咱们直接开到 VIP 了 ，headshot， double kill， triple kill， multi kill， 爽死我力！我操，好没抓到，我真是傻了吧？韩寒臭熏被抓，真的是烦呢。不过咱们这把话还是杀几个僵尸，升了四级吧啊，好手里面是吧？咱们直接选女王啊 ，stick my finger in your ass， 好23级。哦，抓的好快啊！这把真是瞬间抓完的，看看能不能赌个恢复强化 2.0。那没事了，赌不到了，赌不到了。那么还剩一个赛场没有被抓掉啊，躲哪儿去了，臭弟弟？都可你逮着呢。出来受死吧，不要浪费时间了啊！你真想1v31是吧？上面也不在呀。哦，在前面拿破晓。这把虽然是6K 杀敌的 MVP， 不过太逊了，知道吧？那个臭熏立马就过来背刺我，哪一种臭熏啊？已经第五局了，现在啊，感觉这把升不满呀，兄弟们啊，抓的又快啊，又没什么点位可以守啊。咱们玩弩的话还得吃输出环境啊，一旦尸变的话也是没办法。不过这把的话一个魔剑啊，那实在不行的话用魔剑去秒不过也是可以的。这把还是老样子，先去二楼这里守啊！你看，又是这个臭熏，又这个憨憨臭熏，真是啊！看这个臭熏，我就想笑，知道吧？第一把我变母体背刺他啊，第二把他被抓，他背刺我啊，互相背刺。好，现在对面出现，咱们直接开九级秒一波，他跑过去的话，咱们就不管他了啊。不过这个镜的话，先不要收啊，先不要收，他又回来了。好，他变了个无敌的玄魁，我的朋友，咱们先把他们点亮啊，把他们点亮，炸他们一波，下他们一波血。把这个玄魁先打死再说哈，又来个玄魁，东城的团结又开始了是吧？来，战术魔力开始，我的，哎呀，无双啊，不是，不要跑这个臭熏，臭熏，哎，没抓这个臭熏啊！好，咱们选个时间过来干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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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干，我让你干我，而不是干死我，你个哎，来啊，你有种再把我秒杀一次对吧？我马上进化了，马上我就是领主水平，你再秒杀我一次啊，秒杀我一次呀！核爆啊！憨憨安呐、啊，喜欢我的复活点吗、啊？哎呀，这把完蛋了呀，坏大节奏，知道吧？升不满了这把，我靠！好，咱们贴连火焰球，一个没炸死，一个没炸死，这把节奏乱了呀！我操，除非下把一口气升10，你觉得可能吗？啊，你觉得可能？我操，英雄出现还真有可能啊！只要下把英雄出现啊，我一定可以升到满级！我操，叫 F1了嘛？我操，叫 F1，兄弟们牛逼啊！一言不合为你按下 F1， 哎，对吧？不带含糊的啊，还不死啊？你还不死这英雄啊？后仰去世啊！这把才2K，真的是又白给了呀。不过没有关系，关键看这一把啊，成也这一把，败也这一把。只要英雄能出现，一局满级不是梦啊！相信我。不过这个番里面啊，有好几个赛场都有英雄出现这个技能啊，就看这把我是英雄出现呢，还是武器库出现呢，还是别人变英雄出现在我的面前，或是僵尸英雄出现啊，咱们不得而知啊，一切看脸啊，憨憨猎瓜人啊，喜酒 king 啊，你不会是母体吧，你小子，离我远一点啊！我操，你他妈居然是英雄，真的是啊！别人变英雄出现在我的面前，简称英雄出现啊！不过给了个武器库的话还算不错，看这把能不能拿出这个暗雷兽去秒一波啊！这把武器的爆发秒射能力不是一般的强哈，里面居然尸变，咱们拉个千阵炸他们一波啊！轰炸要开始了，我的朋友，哎，来 boom 的炸死一个憨憨，咱们直接开了 BB 来 headshot headshot headshot。Double kill, double kill, double！ 我操，40000的传奇赤剑是吧？是什么血量呀？我靠！啊，咱们赶快跑，咱们赶快跑！我们隐身换弹一波，骗他一波，骗他一波，隐身换弹，隐身换弹！哎，没有看到，真是傻了吧唧的啊！果然电子竞技不需要，怎么又来个僵尸？真是啊！好，咱们射死他！好，兄弟们，咱们32级，咱们刚好32级，他对面去，他对面去，帮我掩护下，掩护下，掩护下，掩护下我，掩护下我啊！咱们先交这个武器库，拿暗雷兽，暗雷兽，暗雷兽来了，我的朋友！咱们先打一波这个左键，牵制一下僵尸啊！等他充能呢，充能啊！准备好，弟弟们，喜欢我的喷射吗？啊，喷射开始，0000！哎，但是充能不太够啊！咱们继续牵制，牵制，牵制，来喷射一波，喷射一波！我的发！啊，被他妈传授给射，真的是操了！哎呀，升不满了呀，这把我靠啊！33级啊，英雄也没给我出现，真的是哎。最后一把怎么办呀？我靠！
啊，咱们直接拿大弩，然后超进化直接一交输出拉满啊，最后的博弈，兄弟们啊，最后的博弈啊，这把啊，只要升个五级就可以拿出四件套啊，就看能不能升到五级啊，好吧，现在这把能不能升到五级？超进化我也交了，背水一战啊，背水一战啊。好，这位还有母体啊，应该在一楼啊，现在一楼。不过一般万一的话，咱们还跳对面去，跳对面去。这边没有触发第六感，说明没有母体。Nice， 英雄出现啊 ！OK， 兄弟们，这把我必定满级，相信我，我这把一定可以满级，一定可以满级。做玄幻唯一一个四件套的代师啊，我一定可以带杀特杀，等级是碾压的嘛，对吧？还来个肿瘤仔，咱们点死他，点死他，点死他，点死他！三十五级，还差四级，还差四级，还差四级，兄弟们啊！好，扔个水雷过去，下上面补血，射一波，射一波。好，三十六级，还差三级，最后三级，最后三级，最后三级啊！点住，点住，点住，点住！掩护，掩护，掩护，掩护！火力压制啊！现在千万不能失面，现在千万不能失面啊！一旦失面的话，顶不住的，顶不住的。玩弩的话，必须要有输出环境才行啊！要不咱们直接开六秒一波吧啊！来，兄弟们准备好，战术不停开启。我们玩木星的，一路来 double Q、triple Q、triple Q。咱们先跳到对面去，掩护、掩护、掩护、掩护啊！还差一点，还差一点，还差一点啊！三十九级等于四十级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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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四十级 ，nice！ 来，伊马克索卡米诺萨巴基德斯啊！杜玄芳唯一一个四件套栽种啊！我将。大杀特杀！你看我这叮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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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七八个天色，可可有你撕开你一滩米哦！你看这左下角，你看这左下角全在退反，不要退反好不好啊？都退干什么呀？我凭实力拿到虎神方大选，等他们一下啊！我们来这边的话，先隐身换弹一波，然后再杀回去啊！这一波咱们直接等级碾压，大杀特杀，都是脆皮僵尸，有没有啊？随便爆杀就完事了啊！爽啊！还是咱们还可以再变一次英雄，再拿一次武器库，再打一次 F 啊！一切的一切都恰到好处啊！你小子找死是吧？不过咱们先别着急啊，先别着急，先别急着变英雄啊，找个箱子去啊！来调皮带走我的朋友，我爹你不要砍死你喂！我们继续叮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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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爽啊！尽管这把我是个三千的大炮脆皮英雄，但是你连碰都碰不到我，我再怎么脆皮，你拿我没有办法。把嚣张打在公屏上，咱们找机会捡个箱子去，箱子的话，帽子刷在外面呀，外面不要去啊，咱们在这个地下活动就可以了。去外面的话不要浪费时间，好 ，nice， 箱子的位置恰到好处啊！臭大飞给我爬开啊！憨憨大飞坏得很，先抓我是吧？来来，七八个天再开个觉醒，直接调皮带走我的朋友，好，东厂的团建是吧？我们再调皮一次带走啊！再这么玄飞，我操，一个 second， 一个，你看我重拳出击，技高一筹啊！你能秒我？你能秒杀我？我可是唯一的卡米萨嘛 ，you know。好，别急，咱们先换个子弹啊！等这个无双的阳痿期过之后，咱们再下去啊。好，来七八个天色，操，无人机没电了啊！咱们就跳皮带走我的朋友，再射，我再射一波，汉奸是源源不断，拿我一点办法啊！嗓子的话还是很不舒服，还没有完全康复啊，所以今天视频的话就会短一点啊。欢迎多尼斯密马线，来，我们再打波七八个天色，调皮带走我的朋友啊！东厂团建啊，屁的不是啊，秒就完事儿，还剩最后几秒，再秒一波，再秒一波，能秒一个是一个，能秒一个是一个，来调皮带走我的朋友。好，这把是64K 杀敌的 MVP as usual， 最后还是打了第一名啊，482分，谢谢收看啊。